好，我们就把刚才教的再整理一遍，就是把所有你该背的事情再写一次。请问你正极生谁？正极生阳。半反应，我写的是那个有氢离子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写的是有氢离子的那个。那负极生谁？负极生谁？铜。铜离子变成铜。再说一次，这个半反应喜欢卡，因为它跟电镀一样。这个半反应喜欢跟电镀一样，那个地方喜欢考这个半反应。好，来看反应式就知道正极质量会如何。减少错，增加还是错？不变。不变，对，为什么不变？因为它不变。因为产生气体不会附着，会跑掉，所以基本质量不变。负极的质量会怎样？增加，增加会长出铜嘛？那个反正会长出铜出来，会增加。颜色会变深变浅。提升。错，变浅。为什么变浅？因为铜离子变少了。它的颜色来自铜离子，蓝色还是铜离子？铜离子变少了，反应掉了，变成铜了，所以颜色会变浅变淡。我要你记得。要记住的事情的第一点、第二点跟第三点，然后再第四点要做其他注意项。刚才给你提示了什么注意事项？看它的半反应是有氢离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会越来越怎样？会越来越酸 ，pH 值会越来越小，所以 pH 值会降低。所以什么会增加？酸性会增加。我们叫你背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跟你提示过你背的事情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告诉你那四件事，你就要记住就对了，然后背完就 OK 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